你说，你是谁？怎么可能？已经17年了，你还活着？易大正门，跟我见个面。 Compagno, e cosa ha bisogno? C'è qualcuno al piano di sotto che ti sta cercando. È dalla Cina. Cina?请问是您找我吗？是的，庄老董事长和我爸派我来接你，你和校长告知一声，跟我回庄家吧。等一下，您刚刚说谁要来接我？我们认识吗？你不会是不记得我了吧？我是林木帆，小的时候你经常叫我小林哥哥，是你外公庄成安董事长和我爸林光一。 派我来接你回家的，小林哥哥。嗯，欣爷，你不会是离开庄家十几年就把我忘了吧？小时候，一哥嫌你年纪太小，都是我带你玩的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您刚刚说您要找的那个人，他是叫……我要找的就是你啊，庄欣妍。我不姓庄。 我姓沈，我叫沈曼宁，我是艺术系设计专业大四的学生，你应该是不会认错人的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他居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，太神奇了。但我真的不是他，我家里也只有我跟我爸两个人，我爸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货车司机，而且你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董事长啊什么的。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。啊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要走了。遇到点小麻烦，花了点时间，我现在马上过来。娜娜，我跟你说，我遇到了，我真的遇到了。 说实话，就是你之前你跟我说的世界上另一个一模一样的我。Every time
娜娜，怎么了，妈妈？你之前说过的那个双生花的传说，说双生玫瑰一旦相遇，你说会怎么样？双生花一旦相遇，接下来不是命运的高潮，就是死亡的前兆。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哪儿啊，妈妈？ 嘿 girl， 你怎么还在这里？我刚才看见一个男人把你扶上车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刚才看见一个男人把你扶上车，你刚才穿的衣服也不是这一件。What is going on？ 我刚刚明明就看。Hey look， that person right there。